我是说那个谁啊？我拿。那个大家要记得那个，我也要拿一点，吸点经验啊。我们来吸一点经验，还是八的。那个阿谦有装备了吗？没有，我一个都没有。我身上有21个铁锭，你帮阿谦做一下全套的装备。好，好，我再做一些钻，我再补几个，做24个。这里是往哪里？我看一下。我继续挖了。309、310，这是往比较深的地方去。那个米铁在手了。20分钟了。哎呦，那可以上去了。那个纸片要上去吗？纸片上去吗？可以吗？我先把它做好那个铁装。你做好，帮我放在箱子里。然后你上去，你主要的目的是杀牛哦。好，对，拿那个，我直接往上挖哦！不要，你走跳上去好不好？原本的路哦，对，原本的路走上去。不要太多动下来，不要太多动下来。然后你上去之后，记得报一下坐标。好，原本的路哦，原本的路都没有牛哎、欸，是要这样吗？你直接打 Skype， 就是我们的那个门口的。好，我挖到一个自然洞窟哎、欸！我把装备放箱子哦，阿谦你过来拿，你等一下过来拿。有没有？你能不能多做一支箭呢、啊？不行，我铁不够了。不是钻石哎、欸，钻石不行，我只有6个啊。在我多一个钻石，然后阿谦拿走。阿谦，你坐一下。可是你在哪里？你在哪裡？我现在整在岩浆旁边。我带装备去找你了。你为什么装备没有做鞋子啊？因为铁不够。没关系，我坐你上去。你上去，我赶快上去。在很深的地方哦。上去的路在这。有一点小洞窟，不过我目前没有看到什么。有食物。奇怪的东西。我十级了，我十级了。我靠！上去看一下。小心一点哦，我听到有怪的声音呢，在这附近。你说在我这附近啊？对。好，没有，我先走回来，我先把它堵起来，这里有点危险。不要冒险，不要冒险。虽然说还是要打一点怪，不过要安全的打怪。对，我先回头，暂时先回头。回头应该比较容易遇到你哦。好，我跟你会合。我是挖你这边过来的。上去！你是直接走吗？我是走你挖的这条路啊！哎、欸，这边，另外一边，错边了，这边我没有啊，我知道你会从这边来啊，丢装备上来，打个坐标，然后你把那个钻石剑，你去做一把钻石剑给我。没有，我现在直接给你钻石就好了，几颗？两颗，钻石剑两颗。哎，我按错了，你不要丢石头给我，两颗，好，两颗，他们竟然在送你钻石、欸，哎，鞋子呢？鞋子他没有做，我没有做，我刚好，没事，居然没有做鞋子。对啊，竟然没有做鞋子，搞什么东西嘛？啊，铁挖多一点啊！鞋子我做了，等一下，没关系，等一下说不定可以直接做钻石。钻石不要拿去做鞋子吧？做胸甲啊之类的，没有这么够。哎、欸，还要记得打那个哦，竹子哦，那个。我有，我已经打到了。啊， okay, 竹子我已经打到了。牛真的是不好找哎、欸。现在只缺那个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要晚上我就直接回来了。好，如果没找到的话，我看到一个怪，真的是可遇不可求。我多余的铁我拿去做水桶喽。好。哎、欸，对，然后那个要那个什么东西？没有多余的铁，要捞水。你有带水桶上去吗？我有带。好，捞水。哎、欸，没有多余的铁嘞，看到铁不能不挖嘞，还是要挖一下。对，真假？你现在已经不挖了。要、欸，然后等一下，那个你下来之后，那个把水先倒出来，然后我用那个岩浆，哎、欸，给我水桶，我去弄那个挖那个。OK。我没有铁，所以做不出水桶。那个没有，他装水下来给我就可以了。兔子有用吗？兔子需要打吗？要，说不定有皮革。你没有找到牛嘛？ Okay, 对不对？对，我现在看到兔子皮可以打，四个兔子皮可以合成一个皮革，一个皮革就够了。这么难哦、喔！对，只要一个皮革就可以了，我们就可以做那个了。四个兔子，我现在有两个，所以我挖弄到兔子皮，弄到四个兔子皮就可以闪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行。你可以直接自己合成，那个再按一下一就可以合成了。行，那个不难。啊、哦，缺一个，哦，也是不好掉呢。不好掉，没有这么容易掉。哦，是甘蔗啊，不是竹子，我讲错了。甘蔗我已经有了，大家听得到哦，四个了，我可以走了。好，那你可以下来了。不够远，这有没有怪啊？我没有开声音，我就听不到、啊。那你赶快开啊！有怪，我看到了，怪烧死了，我把它挡起来。怪烧没有啊，我的声音开不起来啊。为什么？你上次好像也降哦。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什么奇怪？那你要小心。你下来了吗？
我还没，我路很遥远啊，我还在走。那你是不会走错路齁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我有放坐标，我有放坐标。你有放坐标下来？这里是哪里啊？我迷路了。走得回来就好。我开了很多条路，这条是有岩浆的。等一下有没有金矿？有没有金矿？没有。那个纸片还是白天吗？还是白天。打树打树。现在哦。对，打树。我没有，我竟然没有斧头！天啊！打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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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到旁边再打。好，我们到我们家旁边再打。好。做两个水桶好了。怎么都是洞窟啊？快 快！你们有多两颗钻石没有花掉的吧？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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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了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损血了吗？别损别损！哇，鬼鬼怎么损这么多血？哇，那每周这样子哎、欸。没事没事。有找到了，在这里。转个弯，转个弯。缺木头吗？围缺，围缺，围缺。这里我不敢过去，好恐怖哦！哎、欸，你下来之后跟我说，我要去做砍那个做那个黑曜石，然后你皮革有了吗？对不对？有有有，四个兔肉。这我就只差黑曜石还没有挖，对不对？是兔皮吧？兔皮对对对，兔皮讲错。那个黑曜石还没挖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我要等它水下来，然后我去岩浆那边挖。我已经都已经做好路标了，我等一下就会过去了。哦，这上面有水耶。哎，哦，你是说刚刚那个地方吗？我本来想要挖，但是我觉得会很恐怖，让水下来会麻烦。大概需要几个木头？什么大？不是要木头，要苹果。哦，苹果。我也是缺木头。我们不缺木头，你打输是为了苹果。啊，苹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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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搞错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一样一样。搞错了。一样一样，反正我在挖。我挖到一个我就下来了。苹果吗？晚上我也是下来，对啊，挖到一个就下来。不要一个啊，不要一个，多一点好不好？多一点哦。反正晚上哎呦一个一个。我刚苦力怕了，我有点紧张。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为什么刚刚打？我现在要好啊！上次是被奎巴炸死的，全神贯注一下。真的，不要边讲话边打。对，我有好多，我有点吓到了。小心啊！有人用订阅攻击，哇，这么扯！多攻击一下啊！好恐怖哦！这个难挖哎。干嘛搞成这样啊？我们应该都没人损血嘛？我没有。对啊，没有没有。我们其实蛮会存。一个小时后才开始收缩哦，那个边界。对，一个小时。有两个苹果，不得。不得。我们要开始挖一点金矿了。我烧些金矿啊。那个不够哎、欸，不够，不够、哦，全部都在我身上，才14个，做不出两个，这么少、哦？对，我这边有一个，至少要16个才可以做两个、欸、嗯，那个水我有了，水，你要水吗，阿谦？哎、欸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去捞哦。哦，我刚好看到你的 ID 哎、欸，你怎么不见了？哦，好恐怖哦！刚好看到你的 ID 说。哎呦，这里不能过去，不能过去，不能过去！苹果真的有够难掉，哦，三个了 ，good， 三个应该够了吧？应该、欸。我在那个我们的物资区这边等你。好，等一下、哦。我下去，我下去。你要给我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准备钻石镐，我直接做了。好，你哎，钻石镐，等一下，那个纸片有没有做？我有做啊。那先不要做，先不要做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，这么神啊！啊，还好我叫这么神啊，钻石很神，钻石很神。水桶，我来了，就在那边，在那里。OK， 好。现在是要我的水桶吗？不是，要你的钻石镐。要我钻石镐，好。你晚上再下来，那个不急，那个不急。好，我先做一把钻石剑哦。我已经下来了。好，我有一把了，纸片上有几把钻石剑？一把，那你不用做了，那就是阿谦做就好了。好，对我做我自己的嘛。好，对，做你自己，我把鞋子丢给你。你走到一半了，欸，我真有那个苹果都在身上，这里暗暗的，所以现在需要我吗？你钻石镐给我，好，吐出来，吐了，全部给你。我有收到吗？继续挖。欸，我没有，哦，有，吓死！有，不要紧张，吓死！啊，缺煤炭。
煤炭在旁边还可以挖。煤炭呢？等一下，我直接拿哦。你直接拿，你直接拿，没关系。反正就煤炭区嘛。你挖的时候要小心哦，上面很大的洞窟。OK。水桶，我现在要去挖的是。哎、欸，那你的那些那个皮革那些东西全部给我。那个还有甘蔗，甘蔗，甘蔗在秋风那边。那个皮革，我帮你做一本书好了，你把皮革丢给我。好好，那你们等一下做完就放进去箱子里，我等一下回来做附魔台。我现在去那个挖那个眼那个黑曜石。我还放错，有点丢脸，竟然放错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讲大家不知道。做一本书是不是？是。好，没问题。一本书有了。好，给你。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这谁开的？怎么了？不要过去哦！不要过去。哦，是你是你挡的吗？我挡起来的、啊。小心小心。哦。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人在哪里？别死别死！这里怎么有个洞啊？哦哦，有小僵尸哦，大家小心哦。怎么这边会有小僵尸？点亮一点，点亮一点。为什么会有？点亮一点，超亮的、欸。我去看一下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天然洞窟吗？怎么那么……那个阿谦你在哪里？哦，这是天然洞窟。没事没事，书我先留着，等一下再回来做。好, 好，现在要挖金矿哦，金矿。金矿好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刚刚清掉了，它只是卡住而已。吓死了！我现在去挖那个黑曜石。速度超快哎、欸。所以苹果现在有几颗？我这边三颗，我这边一颗，我这里一颗，总共五颗，总共五颗。那我们现在没人损血，没人损血，还 OK 啦。好，我们每个人身上一颗金苹果之后，就剩下的金就看能不能做最强的那一种。OK， 希望可以啦。可是我觉得有点难度哎、欸。等下两个小时够啦，够啦，三个人合一合应该会有的。希望了，金很难挖，真的很难挖，要72个哎、欸欸，要几颗？72，黑曜石要5颗嘛，对不对？黑曜石4个就够了，四个就可以了，好，挖到4个就可以回来了，然后2颗钻石哦，嗯，钻石应该还没有花完吧？没有，我这边还有4颗，好好的，5颗嘛，对不对？继续加油，继续挖，四颗啦，四颗，三，不会合我来合没关系，啊，有够难挖，你回来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我正在挖，给我一点机会，钻石镐是不是用不？哦靠，你可以之后你可以一直拿钻石镐去挖，没关系，就挖完这个之后就不需要再挖其他东西。好，我先回来，我先回来，钻石镐用不完了，我先回来了，我在路上了。你在路上了齁，4颗黑曜石，2颗钻石 ，OK。我在旁边，我在旁边，没关系，你丢给我，我来喝好了。Good. 然后 OK， 钻石剑都可以先附魔了。等一下，而且有办法做多的书柜吗？书柜要怎么做啊？书柜要更多的书，没有办法这么快，没有、啊、没有这么容易。都没有了，我们连一个皮革都这么难了。没有，只是好奇问一下，因为我不知道。好了，回来了。好，我要丢在我身上。你在，我在你后面，4个，然后钻石2颗，对，还多2颗要给你吗？不要不要，你拿着，我拿着，那我继续去找东西，继续找多的钻石的话，你就之后有机会的话，你就做什么胸甲之类的，哦、人拿钻石，凶器，胸甲、啊，怎么差这么多？我放在这哦，想附魔的可以来附魔了，中间吗？我来先附一下剑好了，看会附出什么好剑，击退一耶，要不要？可以，击退可以，击退一还不错，击退好，击退好，击退一，锋利一。哦，好哎、欸，很好哎、欸，应该算最好的吧。现阶段来讲，应该算最好了、啊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击退锋利，之后看看还有什么。哦，有金，有金，不得。嗯，这是谁挖的、啊？有可能是我挖的。OK， 我现在挖的有点像蜘蛛网，不过等一下回来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记得要火把多擦一点，没关系，擦亮一点。嗯，因为我还是有听到怪的声音。你说附近是不是？对对对，还是有点缺钻石哎、欸。是哦，我们抽到两颗。上次我们也很后面才挖到，其实、啊、我们上次也不够啊，挖两颗而已，这次也两颗。嗯，我都还没有挖到钻石哎、欸。靠你了，靠你了。
酿造是要很长时间，是不是啊？哦，酿造几乎不可能哦。只是需要的东西很难拿得到啊。那个，而且现在没有地狱，几乎不可能。对啊，不可能。也不用多想。对，不要想那个。那我们要做那个嘞？要做什么？弓箭。哦，要打怪。要两个。所以需要去洞窟哦。要打蜘蛛，打蜘蛛可以合成弓箭。因为上次他们都有弓箭，我觉得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挡的话会，那就要打怪了、欸。我个人觉得是蛮吃亏，你们觉得嘞？还是你们觉得没必要？因为我觉得，如果你损血打怪损血很不值得哎、欸。可是如果你不打怪的话，你等于是说完全碰不到敌人的话，这样 OK 吗？如果我们到最后都没有弓箭的话，我们就踩地面战，就是地道战啊，就是在底下跟他们打，因为你在下面。距离很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也用不弓箭发挥的作用也不大啦。可是你在下面，你一定会有一条路啊，除非你站在口旁边，可是别人还看得到你啊。可是你那个躲在旁边，其实就不太射得到嘞、欸。是啊、喔，对啊。你说自己挖坑是不是？我是觉得，如果我们没有弓箭的话，我们就地下战啊。那有没有要去？就是你想要刷怪是不是？不是刷怪啦，就是有没有要去找一个这样子？我的意思是这样子，我没有要啊，当然有。我当然是知道是不要损血是最好的。有遇到洞窟的话，可以稍微找一下有没有蜘蛛啦，有的话就把它杀掉。打蜘蛛比打窟窿安全嘛？窟窿有可能，可是如果能打到打死窟窿，然后没有损血是更好的。我刚刚其实有看到一只，所以我直接退了。那个要打，其实该就是不会损血的情况下把它干掉是最好的。刚刚那个不可能啊，它站在我的右手边。可是打窟窿透出一个头，然后。头啊！打窟窿用击退好像不是很好哦。对，就窟窿不能用击退啊，其他都可以。我又挖到刚刚我挖到的洞窟了，这附近有没有？我挖这么久什么都没有，我也没有挖，对没用的红石都还没有挖到，那可遇不可求。大概三十分钟了吧？决定回来。三箭可以射掉一个人的命哦，这么快？三箭不可能假的。那个，如果你有附魔保护的话，应该是不会啦。中三箭不会死啊。如果有吃金苹果的话，应该更不可能了。就没有穿装才可以吧？对啊，没有穿装才是三箭吧？嗯。哎、欸，你们有我有挖到一些碎石啊！如果你们有要的话，打火石吗？碎石不是打火石，那个它也可以做弓啊，做箭啊，不是做弓，做箭啊，弓箭的箭吧？对啊，可是我们有杀小鸡吗？什么杀小鸡？没有，我连鸡都没有遇到。什么杀小鸡？我没有在骂人啊，鸡都没遇到。你们杀小鸡吗？你们有青金石吗？我有啊，我有啊，你没有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挖到。你们等一下如果回来的话，帮我放到那个附魔书里面，附魔台里面。哎、欸，它会掉出来吗？它当然会掉出来，会掉出来。他帮我放下。好了，我走回去了，你等一下。好好好。哎、欸，有人在我旁边。我啦。吓我！我想到上次遇到阿谦，以为是敌人。小白痴，太糗！你在哪里？我回来了，你为什么不见了？太糗！我在旁边，在旁边。来，在旁边。我丢一半给你，我身上的一半，剩下的跟阿谦拿。阴形很够。快，可以啊，水。哎。什么？马尼离开游戏哎，他一直这样子哎、欸，我也附到好。他既吃金苹果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他在就是他损血了、啊。哇，他们在玩哪一出啊？在懂啊？我也不懂，我没有死，所以不懂。其实人家 OK 的。我挖红石打算受剑你没有，我挖红石要经验。纯粹为了经验，对，纯粹是为了经验，做什么陷阱？那个只有哈基会做。有什么其他用途哦？对，只有哈基会做，我根本没时间做什么陷阱。我们根本就不会留在这里。我来复活一下我的钻石剑啦、啊！好喂，击退一耶！哎呦，击退一还有吗？最其实都附就最三啦、啊，击退一，锋利一。哦，是有，每个都是。还有锋利不错。对，所以最多就这样子了，对不对？目前来讲，最多是这样了。每个都挖到，运气还不错、啊。我衣服先不付啊，因为衣服等一下可能还有可能会换啊。哦，等级够可以稍微付一下啊。我等级十二啊，等下钻石很多的时候就。因为我觉得不可能三个人都钻石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玩的时候三个人都钻装哎。哇哦。超扯啊，然后就死啦、啊。就被我们干掉，被我们一个就死掉啦、啊。后来发现其实铁装附魔比较强啊。他也有经验，他的经验是比较少啊。我来付一下铁胸甲好了。
耐久一保护、啊，我付保护，谁要耐久啊？哎、欸，保护钻石，所以 good 颗两颗三颗有哎、欸，又获得钻石了，四颗。阿谦很有钻石命呢、欸，强哦！哎、欸，拜托，我用撞搞蛙的、欸，还不给我掉一些钻石来，就是太不给面子了。真的，你要不要去付一下那一只稿子，看能不能付到幸运？欸、对，这样也是哎、欸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我认真的、啊。是可以啊，是可以啊，是可以啊。这样有差哎、欸，差很多。你不早说，我刚刚就有经过。不是经过了，我刚刚就有经过附魔台啊。没事啊，现在挖，现在挖。现在还来得及，现在还来得及，现在才比赛才过一半而已，有效率，只有效率而已啊。40分钟了，速度快的跟什么一样。我付第三个、哦，有可能会出第二个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有吗？有效率一，没有。等一下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效率一够了，等一下我也再去付一下那个，看一下会不会有，应该。可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幸运一耶？幸运一要几级才付得到啊？忘记了。不一定有啦，因为有时候附魔要等级要够才，就是那个旁边的书柜要够多才付得到。超快、欸，我们很快、欸。不是我挖东西超快，效率一。我也来付一下好了。真的超快，付稿子。耐久一，好了，耐久一啊，就只有耐久一而已。哇，你付稿子哦，这么浪费经验值哦。我还有八级耶，八级，我还已经我还十级耶。你付到后面等级就会不够用了耶。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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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级耶，我已经有十级，八级啊，付两一次付两级应该还好吧？你一直挖红石，其实就会有一堆，就会有一堆对。哦，我等一下再挖。那个我已经收掉你的经验了。行行行！哎呦靠！差点被岩浆。啊，你一直从李叔离开。对啊，他好那个、哦，不是他好岩，好容易断线啊。那个哦，钻石 good。哇，你们在、欸、那个有没有幸运？哦，没有幸运。没有没有没有。直接挖。没有附到。直接挖，直接挖。只有效率而已。有效率很好啊。很好啊。多少个？算算看。七个最大坑的赞。你们有挖到？那个吗？黄金了吗？我们的苹果没有办法全部做金片。